Hello， 今日我哋嚟到梨花呢一间将军鸡啊，系一间楼下铺嚟啊。佢个布置全部都系鸡。店铺咧好贴心咁样准备咗呢一个中文嘅 menu 啊，然后咧仲有可以追加唔同口味嘅米饭，亦都有饮品嘅选择。我哋嗌嘅呢一款咧就系奶油鸡啊，咁佢上面咧除咗鸡肉之外啦，都仲有一啲肠通粉，仲有红萝卜同埋小葱添噶。这个呢就是麻油鸡蛋饭，它上面是有两只太阳蛋的。现在就来吃这个将军鸡，首先我就要夹一个有芝士的啦，这些芝士都是拉丝的。再饮多一点忌廉，它这里是它的人气 No.1 啊，它芝士很浓，它是一个重多奶味的芝士。而佢又雞都幾嫩啦，咁我而家就試埋通心粉先，咁我都係將佢飲少少忌廉，執下啲汁先，一咬落去必曬啲汁出嚟，好邪惡啊！咁我咧而家就嚟撈一撈勻呢只太陽蛋先。頭先咧，我而家呢一個距離咧已經聞到佢有超香嘅麻油味啦，留心啊留心！然後咧，如果你仲係想再強少少味嘅話咧，佢仲跟咗豉油嘅，咁你就可以自己再加落去啦。哇！佢真係好重手啊，麻油嗰個份量，好香麻油味。不過而家咧就要試埋雞肉啦，再攞多一個洋葱先。哇！撈埋一齊食個口感應該會相當正。嗰個奶油好好味啊！嗰個奶油咧有少少辣啦。本身咧佢應該會係一啲比較流少少嘅嘢嚟嘅，咁但係因為咧佢再加咗黑椒落去，咁所以咧食落去嘅時候咧，又將佢嗰個肥膩油膩嘅嗰個感覺咧減低咗少少，食落去咧好正，推薦。最後梗係用埋超方便嘅 Wow Pass 俾錢啦！唔知道你对边啲韩国餐厅有兴趣呢？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，记得 CLSS， 一有新片即刻睇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